国最大的沙漠真的可以像上述的两个地区一样被消灭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沙漠的形成机制，或许从中我们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沙漠在地球上的分布范围十分广阔，地球陆地面积约为 1.49 亿平方千米，其中约有 20% 的面积为沙漠，而沙漠形成最主要的自然因素就是气候因素了。气候干旱，降水稀少，任凭生命力再顽强的植物，离开了水这个生命之源，终究还是无法成活。从全球来看，降水稀少的区域主要在南北回归线附近，大陆内部还有盛行西风的背风坡，而我国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就属于上述情景中的第二种。它深居内陆，并且周围还有高大山脉的阻挡，水汽根本难以到达，而这也成为塔克拉玛干沙漠难以被消灭的主要原因。塔克拉玛干沙漠属于温暖带大陆性气候，年降水量小于100毫米，但理论蒸发量可达2500毫米，而我们前面提到的毛乌素沙地则是属于半干旱地带，年降水量在250到400毫米之间。库布齐沙漠位于我国200到400毫米等降水量之间，可以说这两个地方的沙漠化是由人为因素加自然因素造成的，它们并非没有可以利用的降水，只不过原来人们不合理的垦荒行为导致了当地生态被破坏，植被稀少，进而许多降水无法被植物吸收利用。但塔克拉玛干沙漠则不同，它是真的没有降水可以利用。除了水资源的短缺，沙漠的流动性也是阻碍塔克拉玛干沙漠变成草原的重要因素。它是世界排名第二的流动沙漠，据测算，那里低矮的沙丘每年可以移动大约20米。近1000年以来，整个沙漠向南延伸了约100公里。频繁而剧烈的风沙活动很可能会使早上刚种下的树苗晚上就被风沙掩埋。除此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气温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温度异常的高，由于沙漠是由各种沙石组成，土壤的水分含量比较低，所以这里的比热容较小，在太阳照射下的升温速度很快。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地表温度最高可以达到70摄氏度，如此的高温使得很难有植物在此生长，因此如果想要真正的让它消失在我国的版图上是非常难的。虽然现在我国已经拥有了许多沙漠治理的方法，但我们也只局限在治理后天被人工破坏的土地上。对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样自然形成且占地广阔的沙漠，以我们现有的技术条件还是很难将其完全消灭。况且有人指出，塔克拉玛干沙漠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那就一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如果塔克拉玛干沙漠变成了草原，会有什么危害呢？首先，对于吃货来说，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新疆的瓜果的甜度会下降。如果塔克拉玛干沙漠变成草原，新疆的气候也会随之得到改善，降雨量可能会增多，昼夜温差也会变小，进而新疆所具有的生产瓜果的优势也会消失。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影响，往大了说，这些新长出来的草原对水资源的需求量会更大，可能过不了几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水分就会被彻底抽干。别说是这片新形成的大草原了，可能我们连曾经的绿洲都保不住。更重要的是，这可能还会对全球的生态平衡产生影响，引发更多不可预知的后果。那对于这个我国最大的沙漠的未来，如果让你来选，你是会选择消灭还是保留原样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好了，今天就到这了，喜欢的话一定要记得关注科普启示录，下期小强哥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Goodbye。